王院长说，如果提名您的话，全力支持您，你们是不是有达成默契？王院长有说这个话吗？昨天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。是吗？我这个话我没听到啊。那我问现在，那现在听到了。那现在听到了。听说有一个王波会是有认识吗？你们下一集比我还没。像韩国市长刚昨天那样突然跑过去，然后你跟他讲，好像还是你觉得韩市长跟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你在突袭的感觉？哪个电视台？会这样吗？你会去突袭他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跟韩市长永远都是啊，像各自努力的兄弟啊。我要希望国民党团结，共同赢得胜选。我跟王院长一直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，就是说，只要他打电话，我一定接。我打电话，他一定接。我们见面次数是很少的，因为我们用电话沟通都可以。但如果要见面，我们随时约了就可以见面。会聊超过十分钟吗？重要吗？因为不在长短，在重不重要。我是希望王院长是一个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如果把原王院长留在党内，能够替国民党未来胜选来出一份子力量。这是我跟王院长要见面的最主要原因。